大家好，Jackie 啊，咁今日要讲嘅系《鬼神童子》嘅女主角啊，易小明，咁就系即系鬼，即系巫女啦。咁嘅，其实我唔系太记得剧情，我就系记得《鬼神童子》嘅啫，系啦，咁嘅。咁佢好似即系可以控制前鬼嘅，同埋即系控制佢鬼神嘅状态嘅，咁咯，系，亦系男主角中特别中意佢嘅啦，咁嘅，有个地台啦，支架啦，啊，咁而家变咗呢个嘅地台啦，作为几块嘢你啦，因为有时好中意几块嘢，但系好似呢个系列咧，都好中意俾呢个样嘅地台，手型啦，呢、这个系个 body 啦，面相啦，手啦，咁啲手型都系有嘅，有啲特殊嘅手型嘅，系一啲念咒嘅手型啊，咁嘅，可以俾大家睇下，系咁嘅。就咁多咁、那个鬼神童子呢、这个女主角啦，呢、这个男主角啦，个身高就系咁嘅，系啦，咁都系啱嘅，喺漫画都系咁嘅比例嘅。咁但系分别就系佢系全交嘅，佢咧就系布衫嘅，系啦，我唔知系咪成本嘅问题啦，系啦，如果两者都系布衫咧，就 fit 晒啦，咁嘅。再落啦，我哋做呢啲身高嘅对比啦。email 啦，咁呢条拉我记得都系1:12嘅，系啦，咁 ml 啦，佢咧就矮过 ml 少少嘅，法兰啦，麦法兰就会高过佢啦，系啦，HF 咧，哦，佢高 HF 嘅，高过少少嘅，咩嚟讲咧？啊，佢同 Matty 讲咧系接近嘅，即系 Matty 同我 size 嚟嘅佢系。Masco 咧，Masco 高少少啦，咁嘅，咁分別嘅配件，我覺得真係唔抵，特別多。咁又有個手鐲啦，咁都上色上得算唔錯嘅。咁跟住符啦，一張啦，放大少少，一張嘅符啦，跟住同埋一沓嘅符啊，係啦，佢嘅配件係咁多嘅。即系第一个啰模样咯，即系一个正常嘅样啦，跟住有个比较少少尴尬嘅一个样啦，比较少少唔忿气嘅样跟住一个大叫出咒术嘅一个样啦，虽然我呢啲大叫样就好似呢个嘅啊郑嘉颖咁啊。呢个嘅铁马沉桥咁嘅嗌法啦，咁嘅样嘅，跟住可动啦，双关节啦，手都系双关节啦，挑到少少蝴蝶关节嘅，变咗咧咁咧都 OK 嘅，呢样嘢手乌埋交叉去到呢位嘅，头咧有呢个发型咧系有得调校嘅，但系。可以配喺後邊啦，咁你可以唔喐得嘅，因為佢就可以旋轉嘅交叉添。咁有少少歪向後嘅造型都得嘅。咁跟住呢個係布啦，呢個係布啦，布啦。咁其實件毛呢服都係出得翻嘅，都好精美嘅，連底褲都有嘅，應該係。係啦，係 Monkey 底褲啦，係啦，着翻好少少啲底褲，係咪？咁呢個係佢個女性嘅 body 啦。咁嘅，咁见到咧，因为我就冇买到之前一樽咧，佢出过女仔噶啦，咁呢个应该系佢第二次出啦。咁见到佢系有调整嘅，因为佢咧系好中意用晒同一个 body 啲朋友嚟嘅，男性 body 基本同一个 body 嘅，咁女性 body 咧，佢系新研发嘅，第一次唔成功，咁今次系有进步嘅。咁但系咧，呢、这个脚咧都仲系我觉得做得唔靓嘅。我觉得做女嘅都系继续参考匹马啦，匹马系做得最好嘅，都系怪怪地嘅呢个脚咯。咁上身啦，去到呢个位啦，咁不过呢啲都系大性嘅诟病嚟嘅。佢啲关节位咧一向咧，就算露肉咧，男性都唔靓嘅，系啊，收得好奇怪嘅。咁呢个位置啦，一样系继续奇怪啦。
咁不过咧就布遮咗啦，就唔觉嘅。咁唯一咧就只脚咯，呢个位咯，其实系几核突嘅。呢个位系如果要即系继续要延整下佢啦，咁嘅。咁今次有样嘢好嘅，到个袋啊，可以装晒零件，因为通常一只位都有个盒嘅，系啦，可以装好晒嗰啲零件，咁样。咁另外仲有样嘢啦，今次呢啲样咧，我觉得有少少普通嘅，咁都系又系翻去啦，嗰啲样其实，佢好似尝试有少少区分嘅，我觉得今次啲样系做得，所以亦唔知系咪减散咗嘅，系啦，咁但系呢啲我唔知系个角色冇乜参考嘅特别嘅样，我觉得嗰啲表情又真系唔系咁大咯。系啦，系啦，表情嗰啲分别唔系咁大咯，差唔多样咁样，我觉得就咁、是。我觉得呢、這个我唔知系大圣嘅诟病啊，因为大圣嘅成日都话佢有啲表情其实好似我分唔到有咩分别，系啦，但系佢又出多一个样俾你咁咯。咁而呢个定系角色，基本上个表情唔系变化得太大咯，咁嘅。咁。我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就下次再見。我係 Jackie，主要講1:12、1:10嘅玩具。